来讲起这个今仔日的主讲啦吼，是今仔日这个较细点啦吼，啊，我算写十写一半尔啦。基督信教。知影讲基督教吼，是一撮复杂的宗教啦，有足侪种类。即个有诶学者讲吼，基督教吼，如果加一个 Christianity 多数啦，有三大种类啦。第一就是 Catholic Christianity 天主教。Orthodox Christianity， 这是东正教。啊，我今仔日要讲的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这是新，这个改革新教。这个基督教内底分作是这三大部分啦吼。我过去有捌讲到基督教道论，我就讲三讲啦。啊，这个。天主教，我讲两讲，啊，这个东正教，我有讲一讲，啊，一辈即嘛，这是基督新教 ，Protestantism， 这可能是讲两讲啦，今日是第一讲啦。咱爱知影，这个基督教本来是犹太教的一部分啦，咪使讲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啊。因为耶稣是咧修犹太教的律法，加迄个仪式啊。耶稣出世了后，有修一个割礼啊，啊十二岁，讲有去他们的爸母去耶路撒冷去修一个半月节。啊，每安息日，你有看到这个福音书写讲，On Sabbath day, Jesus。went into the synagogue， 伊去即个犹太教的即个会堂底下咧教人。啊，耶稣的门徒请耶稣讲 ，Rabbi 的犹太教咧讲的先生啊，所以耶稣就是犹太教徒啊。啊，耶稣离开了后是。我离开了，伊的门徒，甲遐个对耶稣的人吼，嘛继续伫这个会堂咧敬拜。到啊第一世纪的这个末期了，这对军队耶稣这个人吼，互犹太人赶出去会堂。你若读迄个《约翰福音》，你就知影这个消息啦。因为《约翰福音》是公元九十年到一百年迄阵写的。我来读迄其中两章吼，你就知影讲迄阵基督徒吼被赶出来。《约翰》第九章二十二节，当时犹太人已经参详啦，那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这个意思就是讲，若有人相信耶稣是神吼，就要将伊赶出会堂啦吼。这是一节啦，啊，其中啊，搁一节吼，十二章四十二节吼，讲犹太人的这个领袖的中间吼，嘛有人信耶稣，但是因惊迄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咧重法迄个律法的人。因为惊唔敢公开承认讲因信耶稣，免得被赶出会堂。哦，这嘛是安尼讲。啊，是安怎？这个基督徒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名吼。啊，是这个啊，是会堂的礼拜。啊，是安怎被赶出来？啊，就是
对犹太人讲，讲恁信耶稣是神吼，这是异端啦。因犹太教讲起神是一位尔啦，啊恁讲啊这耶稣阁是神吼，安尼异端，恁就爱出去。这个根据这个历史学家来讲伊讲。假使迄阵基督徒若无予犹太教赶出即个会堂吼，基督教、基督徒教单嘛是属于犹太教的一派尔啦，你都无予赶出去，所以也伫遐啦。啊，若安尼落去地吼，变作安那，今仔日就无世界大宗教的基督教啦，就无去遐啦。啊，所以犹太教的学者讲起讲，恁基督徒吼，来感谢阮吼，把恁赶出去啦。若无把阮赶出去吼，你变成做一个世界伟大的一个宗教，你嘛是属于阮家犹太教的一部分尔。啊，即基督教吼，我讲本来是属于犹太教，啊，后犹是对犹太教安尼分裂出来。但是了后继续咧分裂啦，两个大的分裂啦。十一世纪，当迄个基督教分裂，东甲西的分裂啦吼。这个西是罗马天主教，啊，东就是东正教，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这个所在啦，安尼分作两边。这以前我有捌讲过，这是第一遍的大分裂。十六世纪就是即句我要讲的，搁一遍的大分裂。这遍的大分裂是南甲北啦，南是天主教啦，意大利、法国、这个西班牙，这拢是天主教啊。北，德国的北部啊，这个瑞士、北欧。这是新教，所以变作北甲南的分裂。新教以后佫继续分裂，照一个统计，讲起来讲有33,000教派，这是教派哦。啊，哪部有诶？有的是无教派吼，是非常多啦吼。一个咱这个南加州吼，有我可以看吼，遮加拿大南加州吼，遮拢是教会的名。一中花一年啦，花一年落安尼，拢总有50几间啊，哦，毋是300几间啊。大部分拢无属教派哦，有诶是属于教派，有诶是干阿因家己念嘛。所以这个新教分甲遐尼厉害吼。咱要问讲啊是安怎新教甲分裂甲遐尼厉害吼？人天主教、东正教也无咧分裂啊。啊，主要原因是这样啦，因为新教有个人解说圣经的自由啦，你会使解说，你家己解说。即天主教是拢教会，你解说互伊，你袂使家己解说。啊，安尼若统一啦，你的信仰会当统一啦，因为教会甲你解说，啊，你袂使家己解说。啊，你若讲个人会使家己解说圣经吼，落个地都不啥啥去啊。我若无同意你解说，我就去设立嘛，啊，去设立，足简单诶啊。你著家己有一个 building 啊，啊，开始就是一个教会了。这个新教吼，诶，这个改革吼，这叫做 Protestant Reformation。
咱往往先讲这罗德马丁改革哦，这是一个改革啊，这叫做 Lutheran Reformation 哦。这我会讲起讲啊，对这三星这个 Lutheran Church 信义会啦吼。啊，佫一个改革叫做 Calvinist Reformation。加尔文呐、啊、，Calvin 的改革啦，即三圣长老会啦，啊加啊做 Reformed Church 啦吼，即就是今仔日我要讲的。啊，第三改革吼、啊，叫做 English Reformation， 伫英国的改革，即三圣 Anglican Church， 伫美国叫做 Episcopal Church 啦吼。啊，第四个改革叫做 Radical Reformation， 啊，遐三圣叫做 Anabaptist， 啊，甲 Mennonite， 这是较细的教派啦吼。啊，啊，遐是我以后有要讲起较大的教派吼。啊，今仔日是含这 Luther 甲 Calvin 吼。Historical background， 即宗教改革嘅产生吼，唔是偶然嘅啦，嘛有迄个历史嘅因素。啊，即个有三个因素啦，第一是叫做 mysticism， 神秘主义啦吼。中国有一个叫做产生即个 Christian mysticism， 基督教嘅即个神秘主义。这个神秘主义是甚物物事？宗教上讲起讲 ，God can be directly personally experienced， 神会当个人直接来经验啦。啊，这就是讲无需要经过教会啦。啊，所以这个教会组织，这个宗教仪式。无重要，是你个人诶，即个宗教经验。即个神秘主义，佮讲起讲 God self， 就是神本身啊 ，is incomprehensible by human knowledge， 人的知识无法度通知影神本身啊。啊，那安尼呢？神不无法度通表达的，是只有家己去经验。啊，那安尼教义就较无重要。所以，这个神秘主义吼，甲天主教有冲突的所在啦。因为天主教人民讲，咱们甲上帝的关系是通过教会啦，教会。那叫 mysticism 都无甚物重要咧，哦，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 ，nominalism， 这个中文会使讲是唯名论啊，这是一个哲学的理论啦，哦 ，William Occam 哦，这个啊哲学家讲起啦，这是。有关知识论啊，讲起讲，这个理论吼、哦、，deny reality of universal concept， 讲迄个普遍的观念吼、哦、不存在，讲 the universal 这个普遍，唔是真诶 ，is not real， but only 无存在啦。Only exists in human mind， 干呐存在伫人嘅头壳啦。譬如来讲啦，即椅啊、车吼，这是一个观念啦。啊，即车嘛，足是无上嘅车，即是一个观念尔呢。啊，即个 nominalism 讲实在存在是个别嘅车，因为 concept of chair。是一个观念尔，
存在伫头壳，无真实存在啦。真实存在是个别的啦。那安尼讲起来吼，教会是啥物？这个天主教咧讲，这个 universal Catholic Church，Catholic 就是 universal， 是普遍的教会。Church， 那对这个 nominalism 来讲吼，是一个 group of individual。这个教会不过是个别的人组织的，迄、那个别的人才是真正存在啦。迄个 Church Universal 无存在啦，这嘛是对天主教的一个挑战哦。啊，第三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这个是14世纪到16世纪吼。文艺复兴就是咧注重人文主义啦吼，人的伟大，人这个文艺复兴注重人，无咧注重神啦吼。伫文艺复兴迄当时吼，15世纪的后半期吼，就印刷开始发明吼，咧使用啦 ，printing。啊，因为印刷会当印刷吼。圣经会当印出来，啊，这个信徒会当家己读，啊，信徒会当家己亲身读圣经吼。以前是爱听教会来甲你解说，啊，你也无圣经通通读啊。啊，即卖你家己会当读吼，啊，知影讲，啊，足济信仰拢互教会骗去啦，哦，啊，所以要来反抗啦吼。伫16世纪 ，Copernicus。也是对教会挑战，因为教会承认讲宇宙的中心是这地球啦，哦，啊，这个地球中心论和这个 Copernicus 推翻，这是对教会权威的挑战吼。这就是讲这历史的背景来有当产生这个宗教的改革啦。咱即马开始来讲 Martin Luther， 啊，伊是第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啦吼。以前也有人咧改革啦，但是较无名啦。伊是一个最先啦，但是毋是唯一啦。较顶下要讲起 John Calvin， 这是也是一个大个一个改革家啦吼。1517吼，伊这是18世纪改革吼 ，95 Theses， 伫10月31日，伊将95条诶即个对即个罗马即个天主教诶抗议吼，打伫即个 Church of Wittenberg。啊，即10月31日吼，叫做 Reformation Day 啦吼。即个 95 Theses 吼，主要是拢咧讲起 Indulgences， 伊咧专门吼是安尼讲啦吼。95 Theses on the power and efficacy of indulgences， 拢咧讨论即个 indulgences。一当时就是马丁路德咧抗议讲这个教会咧卖这个 indulgences， 什么叫做 indulgences？ 中文往往拢翻译做赎罪羹啦吼，但是这个翻译是无正确的啦。我听高东牧师咧讲道，拢当时啊咧讲起讲这个赎罪羹啦，赎罪啦，讲安尼。讲安尼，你若买即个俗世羹，啊，伊就当得救，毋是遐尼简单啦。即个 indulgences 的定义是啥物？伊定义是安尼讲，remission of temporal punishment，
sin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forgiven. 即天主教吼，讲你承认罪哦，上帝是乎你会当讲赦免你，唔免去落地狱啊。但是你啊，着爱过受刑罚，这个 temporal punishment， 暂时的刑罚啦。暂时的刑罚是伫叫做 purgatory 啦，炼狱啦，死了后去迄个炼狱所在去安尼，这个刑罚，安尼刑罚了，你就当去天堂啦。所以这个，那我要改翻译吼，我要翻译做减刑官啦，唔是迄个赎罪官，减刑啦，让你这个刑罚会当减少啦。啊，你这个吼，迄当时吼，讲教皇 Leo X 吼，为着咧建设这个 Saint Peter Basilica， 这圣这个。圣彼得的大礼堂、大教堂，伫这个罗马吼需要钱吼，讲无关钱啦，啊无关钱上好方法，这个 indulgence 来卖啦，用卖啦。所以当时迄神父有诶拢摕赎罪券，你去卖，你讲你卖了吼，你会减刑哦，你不但你卖替你诶亲戚卖。啊，所以因伫这个年假吼的时机会较短，啊，会较早去天堂啊。这 Luther 就是讲，这个人罪吼，袂当用这个金钱来代替啦吼。啊，讲只有神才会当赦免你。这个教皇，这个教会无迄个权。通予人即个得到赦免啦。伫即个 95 Thesis 的第86条 ，Luther 讲，即个 Pope 吼 ，Leo X 吼是上好起来啦。讲边只个即个国王啥物货吼，不靠钱啦。讲你先哪较无爱用你个钱去迄个。去建设这个教堂，是安怎要安尼强迫这农夫、散车的人去出钱，所以伊是安尼来抗议了。伊这个 95 Thesis 安尼发表了吼，讲两礼拜，伊这个卡皮拢，这个德国规拢已经有啊啦。啊，两个月了，两个月，讲全澳洲拢有一个的 95 thesis 啦。啊，这就是因一旦印刷啦，若无印刷就无安尼啦。所以这个印刷嘛是影响到这个宗教改革啦吼。啊，所以这个 Luther 的这个观念吼，伊的主张的吼，拢安尼。普遍去这个全澳洲吼，那像是一个野火安尼烧起来。啊，伊发表这个 95 thesis 的目的吼，是咧含天主教吼来讨论呐。伊目的唔是咧甲天主教来分裂，伊无迄个意思。爱要討論講這個也可以，但是這個梵蒂岡天主教無要聽的，不但這樣把他講作他是異端，然後把他 excommunication 把他那個開除。這個Martin Luther 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的改革的这个观念吼，是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讲所有的这个信徒，拢嘛会使看作是祭司啦。这是咧抗议这个天主教迄个阶级观念啦 ，hierarchy， 讲这个 priest 啊，去 archbishop 啊，这个 bishop archbishop 什么安尼一定起哩安尼吼。这个观念吼，伊讲伫上帝面前，大家拢是平等的嘛，无分阶级啦。All vocation are sacred， 无论你咧做啥物职业吼，拢是神圣的，拢通过你的职业吼，你会当为上帝做工，你会当做上帝仆人。所以安尼讲起来，医生。嘛是上帝奉承，咧医人的身躯啊！耶稣咧传教的时候，嘛是咧医人的身躯哦。啊，无分阶级啦吼。我感觉讲新教的这牧师吼，叫做 reverend， 我感觉这嘛无妥当的，那嘛是稍微有阶级的观念啦，讲互人尊敬的 reverend。現在第三吼 ，Scripture alone， 這個天主教的這個信仰認為講教會有迄個權威來設立這個教義啦吼，但是馬丁路德講起講，這個你的教義要根據著這個聖經啊，這個Scripture alone， 未当讲你阁要靠其他的 tradition。啊，我前拄啊有讲起讲，伊对圣经的看法吼，伊讲 the word of God within the Bible， 伫圣经的内底有上帝的话，伊毋是讲圣经就是上帝话呢，圣经的内底有上帝话。啊，这个圣经的标准哦 ，norm 是 Christ， 基督才是标准啦，不是摩西啦，不是约书亚啦，不是保罗啦，这边基督才是啦吼。圣经的内底佫有这个 degree of value， 迄个价值性吼，不是讲圣经讲的，大家拢相像的阶段呢。伊当时，因天主教的圣经吼，有佫包括阿波克里法，注经啦吼，注经吼，佮放入啦吼，讲说这个比赛，无符合着伊迄个因信称义吼，所以这个新教的圣经含。天主教的圣经无上的所在是讲啊，讲迄个处境啊 ，apocrypha 的这个古约的尾啊，遐的四本的这个经典哦，拢该取消去。Most valuable 对这个 Luther 来讲，上记得的这个圣经的，就是讲 Gospel of John， 这个约翰福音呐。Epistle of Paul， 保罗的这个书信啊，因为伊迄个因信称义，就是对保罗迄个提出来啦吼。那个讲起讲 less valuable， 较无价值的圣经是啥物款？启示录啦。现在保守派足爱讲启示录，不只要讲吼，但是讲无。讲启示录所表现出来的基督是一个受气的基督吼，唔是这个书福音咧讲迄个有听有怜悯的基督啊，无咯。啊，所以伊感觉这个启示录吼无记得啦。啊，个本也感觉无记得啦，这个经文啦，讲 Epistle of James， 雅各书啦，因为这个雅各书吼讲起讲。Faith without works is dead。讲这个信无这个行为是死的。讲这个违反着伊迄个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啊，拢因信敢那信啊，哦，行为袂当啊。
关于这个圣经的作者吼，这个马丁路德感觉讲，这个圣经的作者有得到神的这个默示啦 ，spiritual inspiration， 但是不是 verbal inspiration。Verbal inspiration 就是讲每一字拢是启示的，伊是作者有受到这个灵的这个默示吼，啊叫人安尼写起来。所以伊是反对这个 dictation theory， 有诶较保守派基督徒圣经就讲每句拢是上帝讲，哦，伊直接改成 dictation 讲一个。我念給你寫，啊，你照我念給你寫，這個dictation講這個，不是這樣。這個Luther吼，他本人將聖經吼，改翻譯做德文啦。那當時的聖經是用拉丁文寫的，啊，那拉丁文就像那個較，那個有讀神學的那個 priest 較有法度通讀啦吼，所以平民無迄個知識通讀，所以將聖經改翻譯對拉丁文翻譯做德文，啊伊迄是佇什麼時咧翻譯？當伊咧迄個對羅馬的這個。这个瓦迪坎在抗议的时候，这个瓦迪坎在给抓，在给杀的，要去给一个 Prince 给保护，啊，在那儿，这样，有时间在那儿，用圣经给翻译出来。啊，这个 Luther 有感觉讲这个圣经哦， Freedom of Interpretation， 从你的翻译。注意，你会当解释个人，会当解释啦。啊，这解释唔是讲我袂解释啦，伊就讲，伫迄个圣灵的这个感动下边来解释啦。对，安尼讲起来，这个新教甲这个天主教本身有一个区别啦。古教未使你个人未使家己解说，啊新教会使家己解说。那安尼讲就是新教是一种自由派的这个思想嘛，我会当自由解说啊。但是自由解说了，落个地煞无散散，所以拢千千万万的教派拢出来吼。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这是伊上重要的教义啦吼，讲因这个信 justification 来称义啦，讲因为你若有信，你就当得救啦。讲敢那信 alone， 这个和天主教有啥物无相呢？天主教是讲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d works。Hello， 嗰啲行为，你好嘅行为。我问下你，反古话来讲吼，这个天主教吼，无反对讲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啊，你是同意呢？是不是加一个阿龙来个地天主教讲都未使啊？那个 good work 啊？这 Luther 是跟他讲。这个 faith alone 啊，这个 good work 哦，是这个 true faith 产生出来。你若有 true faith， 你就这个 good work 自然就产生出来了。那安尼严格个讲起来吼，这个 Luther 甲天主教无讲真，无真正个冲突啦，因为这个 Luther 也无反对讲 good work 啦，讲 good work 是这个智慧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 Luther 这个 faith alone 吼，这个引起争论，
思想正确嘛吼。啊，我是感觉讲吼，最后会使讲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d the love。Love 就是 work 啦 ，the good。Good work 是即听的即、這个诶即、這个产生出来啊。两项拢包括起来都无争论啊啦吼。啊，两项包括起来吼、哦，我感觉都包含着。faith 是即个保罗咧讲啊，啊 love 是耶稣讲的啊。哦，啊所以两项拢讲，拢给包括起来都上好个啊。啊，保罗本身嘛伫即个加勒太五章六节有讲起 faith working by love 啊，讲只有听的行动来将信心表达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无冲突啊。啊，所以这个我感觉鲁特底下咧强调讲 faith alone 吼。感觉有小不自我矛盾，是安怎自我矛盾呢？伊讲起讲，即个 Bible， Christ is the criterion of Bible， 用基督做标准啊。啊，但是关于即个 salvation 哦，伊用即个保罗做标准啊。保罗讲的啊，保罗一直咧讲因信啊。啊！但是耶稣是咧讲，一直咧讲听。伊若讲耶稣做标准，应该就是salvation by love alone， 嘛是使咧讲。啊，即马来讲起即个 Lutheran Church 啦，吼 ，Lutheran Church。Lutheran Church 这个历史吼 ，history 吼，这个当然是对这个马丁路德来啦吼，所以用这 Luther 的名做这个教会的名啦。我讲这个路德马丁的改革是基督这宗教北加南的这个分裂，所以这个也。伊即个罗德会吼，即个信义会吼，拢是伫德国的北边啦，啊，传去北欧啦。北欧本来嘛是天主教的，但是因接受即个马丁路德的改革吼，啊，所以接受拢变做 Lutheran Church 啦吼。我来讲一个例啦吼，即个 Denmark 丹麦吼。就是北歐啊，因的這個 state church 吼，就是 Lutheran Church， 信義會是因的國教。啊，這個 Danish 的 king 吼，就是這個教會的最權的這個權威。啊，所以在這個丹麥吼。牧师的薪水是政府咧发落去的，而且国教咧做。啊，迄个 membership 吼，即马现在是 voluntary 自由啦吼，但是以前唔是哦。以前吼，因为迄是国教，所以你若出事，自然你就是 Lutheran Christian， 就 automatic。所以伫十九世纪。一个大的神学家 Søren Kierkegaard， 这是丹麦的一个神学家，一个大神学家吼。伊讲起一句话啦 ，Christianity in Denmark is apostasy。讲丹麦的基督教变作背教啦，你自动变作基督徒，讲基督徒就爱是家己自愿去。去接受的啊，你变作唔是啊，种客观啊，你自然，你就变作基督徒。但是这是十九世纪啦，但是以后有改革啦吼。照我看的这个统计吼，
1984吼，这个丹麦吼，91%的人口是这个 Lutheran， 啊，到2014去年吼，变到78%啦，有减少吧，因为即摆现在变作讲，membership 是 voluntary， 是你自由，你欲买也好，唔也好，啊，其他的教派来，啊是拢。用阮别个宗教、别个教派之类啦吼，但是这个统计吼，讲做礼拜人有几趴咧？因的人口讲是，虽然有78%是这个 Lutheran Church 的会员，但是2.4%，咁2%的人就教会尔咧，足少的，即摆澳洲吼足少人咧去教会啦。前几阵，我捌去丹麦啦吼，啊，拄好礼拜日，啊，我住诶即个旅馆诶边仔就是个 cathedral， 一个鲁托的 cathedral， 啊，我来看伊迄个挂诶讲诶即个牌吼，有讲到几点礼拜，啊，其中有一个是因为礼拜，啊，所以我因为礼拜去啦吼，啊，迄鲁托的 church 吼，拢是。特別禮拜攏含天主教學生攏受聖餐啦，我去參加吼，講今日哩 cathedral 遐尼大吼，講十幾個咧開啦，啊了吼，啊我甲含迄個牧師來 interview 啦，開門講，啊你是安怎較一間教會遐尼大，見啊較較現無幾人個咧禮拜，講有無？因虽然无来吼，讲一生嘛落来三遍，啊三遍是安怎来讲？第一遍是来洗礼啊，啊第二遍讲来结婚啊，啊第三遍来葬事，我讲啊，即阵嘛来三遍啦，是安尼在讲。伊即个 Lutheran Church 的即个 belief 吼，是。聖經啊，即scripture 啊，講聖經是即、這個Christian faith 個 life 誒即個 source 誒個 norm， 基督徒誒信仰個生活誒即、這個誒即、這個標準是對即個聖經，所以舊約新約哦，攏伫咧敬拜時攏有咧讀。讲古约是咧，你讲起律法，互人认捌人的罪；啊，这个新约讲起福音，你讲起上帝下面。因为信仰下底叫 Augsburg Confession， 迄阵这是28条，一个 Confession， 主要咧讲起这个因信称义啦。啊，这个神吼，因解释讲，唔是讲执行一个教条。Faith means commitment and trust in Christ， 是一种 commitment 啊个 trust， 唔是讲客观上个执行你个教条吼。啊，这 good deeds 啊，都爱做好啦，啊，这个好是迄、那个，唔是迄、那个，迄个。救恩的一个神有些的条，这个precondition 是这个 result of faith。啊，因的敬拜吼、哦，是也是真圣，这个、天主教一个有这个重要的仪式吧。啊，就是安尼，这个 John Calvin 感觉讲 Luther 的教改革无够样吼。这个天主教有 7 sacrament， 七个圣殿啦吼，啊，即马，这个圣仪会改做两个啦，就 baptism 啊加这个 holy communion 啦吼。啊，伊这个 holy communion 吼，关于饼啊加这个会安怎解说吼，含天主教无相啦，天主教。
讲即叫做 transubstantiation 吼，啊，即个 Luther 讲 consubstantiation， 哦，这是真复杂，即个哲学上的即个概念的解说啦吼，我看无需要伫遮来讲啦吼，所以我即摆是讲到即个 Luther 啊过 Calvin 吼，那个。落去下一个吼，啊，所以咱小可休困一下。